各位老铁，你们很多人问我常常喝的是什么酒，那我平常喝的是这种酒，我先干了，你们随意啊。那给你买了个手表，他还可以打电话的。哦，啊，老婆，我出去买点东西。我家那个母老虎一直都不让我喝酒，烦死了。我靠，牛逼！马上给我滚回去！老婆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那里的？你戴的这款手表不只能打电话，还可以精准实时定位，你去到哪里我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你。智能手表日常价299。哎呦我的妈！